我是 Winnie， 由105 Gibson 中心开幕呢，我就很积极的在这里的参与。主要的做义工的工作呢，就是在 reception 啦。在这里给我一个很大的喜乐的，因为我又喜欢跟人聊天，能够向新来宾去介绍 Gibson 的 mission 啦，介绍 Gibson 的事工和各项的活动，鼓励他们来参加呢，真的有人即刻报名啊，咁咧就俾我好大嘅喜乐。第二个嘅侍奉嘅岗位咧，就系喺呢个爱心义卖店。咁呢度咧就更加令到我开心啦，因为咧时时我都可以喺呢度一展所长，就系我嘅好快嘅心算。最后另外一样嘅工作咧，就系喺呢一个翻译 newsletter 嘅翻译。咁喺呢一度咧，亦都俾我能够去睇到更多义工啊，同埋参与 Gibson 活动嘅人，佢哋嘅心声，佢哋嘅得着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咧喺呢几方面嘅义工嘅参与咧，系令到我觉得我嘅退休生活系更加嘅充实，更加嘅喜乐。